你好，欢迎光临 Ribbons， 请问您要点些什么？哦，你好，我还有事要忙，你先随便坐吧。你什么都不知道就来了吗？切，净给我找事。知道了，等我一会儿，我换件衣服就来。嗯，你觉得我穿这身更合适吗？都是工作服罢了，好不好看对我来说没什么区别，我只在意它能给我带来多少帮助。不同的服装会有不同的优势，这你以后慢慢就会明白了。哼，你居然会对我的衣柜感兴趣吗？奇怪的家伙。不过现在柜子里也就这两套衣服，原因嘛，懒得买，我又不是什么换装游戏的女主角。好了，还是说重点吧，我去带你看看店里另一种重要的收入来源。哼，你还真是什么都不知道就来了呀。西奥拉他到底是看上你哪一点了？搞不懂。看这里，这是店里的委托板，上面应该有些新的委托，这个看起来比较急，难易度也很适合拿来给你讲解。嗯，就选它吧，准没错。接下委托后，你只要在店里等着就好了。委托的事情由我来处理，但这段时间 Ravens 就得拜托你来照看了。好了，那我去去就回。我回来了，只是去给街对面的大叔送一杯热可可而已。不知道为什么他住得这么近，还要点外卖，谁知道呢，和我又没关系。反正今天的委托结了，之后每天也和今天一样，你只要帮我学好委托的内容就行了。具体的事情由我去做，相应的你负责留下来看店，就这么简单，明白了吗？很好，那我先去换衣服了，一会儿回来帮你。就两套而已，能怎么搭配？随便穿就行了。哈，可爱！你这家伙怎么回事？随便你了，别给我添乱就行。对了，店里还有些比较细碎的事情，你直接看手册就好了。一个个跟你讲，今天 Ravens 就没办法营业了。太无聊了，想找点事做，正好也给你看看我真正的实力，免得你总是给我安排一些简单到无聊的活。不需要。讨
好吧，谢谢你的好意，但我还是喜欢那种更刺激一点的。那我出发了，回头见。